都在取啊。没有看到有人啊。没有人呀、啊，是你们突然骚动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突然骚动了，所以大家都有。一日小店长，然后其实平时工作主要是拍戏啊，还有就是博主比较多，但是当店长是不多的。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会太为难我，一定会让我很轻松的当今天的小店长。嗯，就很开心，然后来青岛跟大家一起过节。然后还是多多买啊，今天多多买好看的衣服鞋子，这里有很多好看的单品送给大家。啊，要买你同款？买我的同款吧。哇，我们的景言看来真的是很愿意开玩笑啊。那其实我们一直都能看到的是，景言一直给我们带来的形象都是非常的活泼、可爱、俏皮的。那我们都说，其实一个人的穿衣风格和他的个人性格其实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，能不能也为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讲传授一下你的穿衣法则呢？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了。我们姐姐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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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拜拜。